一天你就找出答案来了，题目出得太简单了吧？那你就说说吧。 董事长，我查了12年的销售报表，这款旗袍的退销率是最高的。退销理由最多的是肩膀太紧、腋窝不舒服，还有肩膀上的缝合线会崩开。实际试穿发现，穿着站着不动没事儿，一动，比方说抬胳膊、大口喘气时，就会觉得上面很紧，憋得喘不过气来。 这款旗袍会失败，就是因为肩膀太窄，过分追求美观，所以它的设计是缺乏机能性的。肩膀上的缝合线会崩开，说明虽然我们用的是高档丝绸做衣料，可是没有选择结实一点的丝绸。结论是，我们要追求的是机能性设计，而非看得到的表面设计。 再来就是，不只要强调使用高档面料，还应该选择耐够性强的面料。就是这样。你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。像这种答案，谁都能说得出来。别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款旗袍在机能性设计上没有任何问题，料子也非常的高级，也很结实，耐够性也很强。 董事长好，董事长好，董事长好。杨总，你不出来吗？我往拿东西了，还要再上去一趟。啊。董事长，林兰做事很认真。是吗？你让她到我这儿来帮忙，是另有打算吧？ 也没什么打算，就是让她好好学习。你是把你自己当年在深圳刚进制衣车间受过的训练，用在这女孩身上了，是吗？这些话，我希望你不要跟她说。活了半辈子了，我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不过，对这女孩来说，你那个问题是不是太难了？ 我想你不会把答案告诉他吧？那当然。嗯。到了吧？哎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玩的嗨吗？嗨。高兴吗？高兴。那个，今天你能约我出来？
我也很高兴。哎呀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陈老板对我们的合作是很有诚意的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陈老板，只要你对我们这个楼盘还感兴趣啊，只要你想介绍，我们随时可以签合同。我肯定有诚意啊，要不然今天我也不会叫你们出来啊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这么的吧，今天晚上啊，我们做东啊，能不能把你爸请出来，咱们吃个饭？你们老想见我爸干嘛呀？是不是不相信我啊？哎呀，不，绝对不是啊！我们绝对不是不相信你，我们怎么能不相信陈老板呢？是不是？凹凸这陈老板那是大老板，是不是？他就你这一个公子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能不相信陈公子、陈老板？是不是？我们非常的相信你。对，知道就好。我是说话算话，接手你们这个楼盘，它不是个小生意，我要仔细的考察。等我考察好了，该签约的时候，自然会跟你们签。好，有陈老板这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咱们来喝一个，来喝一个，拿酒，来，果哥，来，咱们合作愉快，来，请慢用，谢谢。哥，你干脆直接把合同签了，咱们早点把工程做下来，早点赚大钱，不好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我这不还得考察考察吗？不是考察好久了吗？再说，不就是一个烂尾楼吗？用得着考察那么长时间吗？哪儿就一个烂尾楼那么简单呢？我要改造烂尾楼，得需要资金吧？啊，这个我有，还要做造价核算。要找施工单位吧，要找设计公司吧，我还得去政府跑批文吧，还得成立个售楼部门推广吧。我告诉你，哪儿哪儿都是事儿，哪有你这个小脑瓜想的那么简单？哥，你真厉害，什么都懂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能当你哥呢？我的特点就是做事沉稳，张弛有度。哇，哥。你好 man 呢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稍等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这张卡被冻结了。不可能啊！是这张。好的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这张银行卡也被冻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再试试。好的。先生，您这张卡确实被冻结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们付现金。没带现金，你有吗？啊？我只有这么多。依兰，强源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是来给我弟弟送钱的。我也是来送钱的。啊？依兰，老姐，陈强元，果果，谢谢老姐给我们解围。
想到世界这么小，我们居然又在这里相遇了，今天真高兴。是啊，真是太巧了。是啊。果果，你跟我老姐是同学，那我岂不是应该也叫你姐？不一定。强源，我记得咱俩同岁，果果上学早，比我们俩小两岁。你弟弟陈恩货。啊，恩货，多大了？比我小两岁。你几月的？我八月。不会吧，我也是八月的。那你几号？十六。你呢？十八。算来算去，你还是比我小两天。叫哥。果果妹妹，咱们先走吧，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咱们去做呢。好，依兰、强源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老姐们，你们慢慢聊啊。恩货，再见。老姐，回去盯着点老爸，让他赶紧恢复我的信用卡啊。我们走了。再见。看他们俩的劲儿，果果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弟媳妇儿啊。可别。依兰，你从哪儿过来的？公司，我正在画设计图，结果被果果喊到这里来了。哦，依兰，你那边工作还顺利吧？凑合吧。虽然麻烦不断，但我什么都不去多想，只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了。是啊，就应该这样。还得回去上班呢，我也是。那咱们走吧。好啊。依兰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给你打电话呢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丢的钱包居然真的在林依兰的包里找到了，还多亏了你的提醒。没想到钱包还真是他偷的。当然是了，直接从他包里发现的，人赃俱获。可是他还很猖狂，他居然在我面前还说工作特顺利。怎么了？他还在那工作吗？我真的是彻底无语了，他一个外地来的学生，短短几天，在公司就找到了两座靠山，杨改林、杨玉涛，一个董事长，一个市场部总监。连依兰现在牛啊，谁敢开了他？你是说杨玉涛？是啊，也不知怎么了，连依兰现在无论做什么，杨玉涛都帮着他。你说他是不是看上他了？我看我还是走算了，实在是看不下去。喂，喂，你在听吗？哦，我说我还是走算了。海燕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回头聊啊。喂，杨玉涛，是我。强源，今天怎么想起我来了？工作不忙。你这个人真可笑。我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我看上谁了？别装糊涂，还能有谁？连依兰。
连一兰，我怎么会看上人家呢？我有个同学在你们公司上班，我们俩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说的，他说你老护着他。你笑什么呀？默认啊？你都听谁瞎说的啊？我怎么会看上连一兰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连一兰她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亲眼看见了，她能进你们公司靠的是偷我们的设计稿进去的。他进去好好干吧，他还偷钱包。你说这种人，你不开除他，反而还要护着他，你说你对他没意思，这可能吗？强源同学，我不管你听谁说了些什么，总之一句话，我和连一兰之间不可能有什么，也不会有什么。我在公司里不会护着他，也没有必要护着他，因为我姑妈现在非常看重他，对他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我们整个设计部门的关心。所以说，我不能让他离我太远了，我要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。为此，我要创造条件让他向我靠拢。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和事，我都得掌握着。你这个解释也太牵强了吧？连一兰她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看库房的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了，你们个个都那么关心她干什么？强源，我看真正关心连一兰的人是你吧。刚才你说你要知道公司里所有的事情，这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吧？毕竟你只不过是人家聘来的员工，想用你就用，不想用你就开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还听说杨改林绝对不会把公司交给一个外人的，就算他的儿子对这个公司再怎么没有兴趣，这个公司到最后还是会给他。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，因为在你姑妈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一个忠诚的员工罢了。不管什么时候他要你走，你就得乖乖的走。如果你不相信……够了，你别再说了。杨玉涛，你别忘了，我只看得上最优秀的男人，因为我要成功，所以我的男人也必须成功，这点你最好记清楚了。哥，你带我来你爸公司干嘛？我来找姐有点事儿。强源，刚才在冰米店你怎么不说，还要跑来找他一趟？刚才有外人在，我能说吗？这是商业机密，只能机密的说，懂吗？哦，那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在这儿等你吧。傻呀你！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有什么机密不能说的？跟我走。哦。谁呀？没长手啊，不知道敲门啊。我。哦，你们俩进来吧。果果，坐。姐，不用了，我们吃的太多了，坐不下。啊，那个。我今天来找你有正事儿。正事儿？你能有什么正事儿？我还在忙呢，有事儿回家说。我找你怎么就不能有正事儿？你怎么这么瞧不起人呢？那你说。我的投资方案就是收购烂尾楼的那个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给老爸看啊？你那个投资方案还敢让我给爸爸看？你这不让我找骂呢吗？我已经为你找律师看过了，结论是根本不行。啊！好了好了，我还要忙，你先出去吧。果果，有空过来玩啊。姐，我那个……姐，那你先忙，我们先走吧。姐，再见。再见。
姐。做完，烦死了。还有爱心茶吗？给我来一杯。啊，有。好喝，你外婆酿出的柠檬就是不一般，每片都这么均匀，这么整齐。我外婆做事很认真的，做什么都有板有眼，切柠檬片也不例外。柠檬原本长在树上。它本来是一颗很小的种子，不知道哪个农民把它栽在地里，然后生根发芽，逐渐长大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农民总是选择那些饱满的、能成长的种子栽培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就是那颗种子。咱们就是随便聊聊天，人呀，这年纪大了，总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谢谢你的茶，赶快回去做功课吧，我下班了。好的，刘主任慢走。Thank you.
家闲着没事，想出来走走，没想到遇到你了。这么大的雨，你出来走走。是啊。很冷吧？来，快把衣服穿上，别着凉了。回去吧。好，我来帮你吧。啊。下那么大的雨，你还去接我？我想了想，还是再做一次早饭来感谢你吧。快来尝尝我新做的红豆粥，比上次的怎么样？好吧，那我就看看你有没有进步。这次的红豆是先煮熟的。我可没说什么。怎么样？比上次好吃多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也吃啊。我找到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好吃你就多吃一点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干嘛去？多谢了，你是我的福星。找到答案了。是的，董事长。好啊，那你说说我听听。这款旗袍会失败的理由跟煮红豆粥一样，红豆和米一起煮，米会先熟，但红豆还没有熟，这样煮出来的红豆粥是夹生的。虽然红豆粥不能吃，但是看上去还是很可口的红豆粥。这款旗袍也是这样，看着没有什么问题，虽然华丽，但实际试穿的话就会发现问题。我查了一二年的资料，这款旗袍的设计参考了30年代上海滩的一幅画报，和那件旗袍一样，外面和内衬选择了两种面料，但是有一样不同。30年代的设计，外面用的是柔软的蕾丝，和内衬的丝绸面料柔软度相近。但这款旗袍外面用的是脚印的纱织，和柔软的丝绸面料不搭。虽然看上去两款旗袍都是一样的华丽，不过柔软的丝绸和脚印的纱织不能协调好，穿了之后就会觉得肩部抽紧。这两款面料的性质就像红豆和米一样不同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致命伤是不协调的设计，这是一件失败品。小青，草图不用画了，明天用原草图画吧。
明天早上用原草图画五张服装效果图交给我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谢谢董事长。是啊，你晚上下班后有没有时间？有。那我们一起吃饭好吗？什么？我说我要请你吃饭，你好像不愿意啊。没有，当然可以了。那去哪儿啊？你要记下来啊。这个地方很难找，地方难找不代表它的东西不好吃。很多这样的老店都开在这种很难找的小巷子里。只有像我这种不注重店大店小，只注重它的营养和美味的人才能找得到哦。你才刚来几天啊，好像对这里已经很熟了似的。我前段时间没有工作，背着画夹在街头到处摆摊给人画像，不客气地说，已经走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。像你这种家里单位两点一线的人，可能还真没有我了解这里。笔和纸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你说吧。左清街，拐个弯，穿过一个胡同，过了一个邮局。后面。记下了。我以为是哪里呢，你直接说店名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你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那晚上见。好，晚上见。喂，强源，是我依兰，你忙吗？我想买一份礼物，你能帮我参考一下吗？给谁买啊？过节还是过生日？你要说清楚，我才知道怎么给你选啊。其实我是想给唐丹峰送份礼物，你别多想啊，什么也不是，不是过节，不是他过生日，也不是什么其他原因。你也知道我就是在他那儿蹭着住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到现在也没有感谢他，所以买一份礼物表示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强源，董事长告诉我说明天开始我不用画小型草图，改画原草图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强源，你快帮我想想送什么好呢。是啊，送什么好呢？
小希，今天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唐律师这么准时，约了你朋友啊？没有，明天见。丹峰，强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时间吗？想和你谈点事儿。现在吗？对，跟依兰有关，想和你商量一下。事情很严重。这该怎么说呢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张嘴。强源，你慢慢说。我也知道不该在朋友背后说三道四的，但是依兰她，哎，为了依兰的工作，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跟你说的。我有一个学姐在桃园制衣工作，我是听她说的依兰的事儿。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跟你说。到底什么事啊？依兰在公司偷东西。我认为是个误会，但是人赃俱获，很可能是事实啊。我知道我突然来跟你说这些事儿有点奇怪，虽然你不在桃园制衣上班，但是因为伯母的关系，我希望你能照顾一下依兰。我会的。这种事儿还能麻烦你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什么，我表哥是他的上司，应该跟他说说。那就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这种事儿，我来找你帮忙，依兰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，所以希望你不要告诉她。我当然不会说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别动。是根头发。那我就走了。嗯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别客气，再见。
再见。幸福已不远，接着那星光灿烂在喧闹的街边，我们肩并着肩，幸福在蔓延。